网上流传松山机场附近有间拉花很厉害的咖啡厅，秘密客今天就来瞧瞧。宽敞的前院设置了户外吧台座位，装潢洁白简约，自然采光很明亮，旁边还摆放了2015到2016两年世界拉花冠军的讲座。招牌的拉花拿铁，奶泡打得很绵细，郁金香的拉花纹路勾勒得十分细致，喝来口感滑顺，生焙的风味醇厚，带点坚果香气，奶泡轻柔的触感相当疗愈。但我觉得咖啡有点不够热，另一杯浓缩可乐，微苦带酸的咖啡混着甜甜的汽水，带着气泡的口感很特别。店内也提供咸食，这道烤鸡帕里尼，面包微酥搭配香嫩烤鸡起司，吃来咸香够味，最后再来点甜品解腻。咖啡淋在香草冰淇淋上，搭着巧克力脆片一起入口，苦甜交错的风味真迷人。整体来说，这间咖啡厅特色鲜明，其中不乏创意饮品，价位不高，喜欢喝咖啡的人来不会失望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